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来到行尸走肉死城。我们再过二十五关卡，在下一集，在二十五个关卡，我们就完结这个系列了，好不好？终于可以把这游戏给玩完了。然后我们现在钱呢有54万7，下一把武器要250万，没关系，我们刚获得新武器，应该要过到175关，没什么困难的吧？哦，175关 BOSS。好吧，不要不多说，我们上吧。这个关卡呢，赚钱用的啦。哦，这次改这个、哦、啊，奇怪，啊拿叉子叉可以叉比较远，偏偏要用棍子。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妈的不，大哥不要。哇，左边狗狗先冲过来了，去吧。Triple kill！ 哇哇哇哇哇！看我可不可以打个啊？想说我看可不可以打个十只，结果连十只都打不赢。来下一关，新关卡，2发11只。哇塞，准一点，准一点的话，可以1发1只哎、欸。呼呼！哎、欸，最好是啦，最好是啦。你有看到那个狗在从上面顺下来吗？交闪现的狗啊，这样子也可以哦、喔。狗狗交闪现，你有看过吗？狗狗不要这样子乱交闪现哈。唔通啊呢？我沉下去了，你看石沉大海了。啊，那个从头里面穿出来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哎呀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好像蜈蚣的虫啊！怎么又？我有虫从墙壁爬出来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吸血虫是吧？好，然后再来是这边，是吧？哦，狗狗从上面跳下来的，啊 ，so happy 哎，有无？啊，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虫要来了，在哪里呢？在哪里呢？就在这里。但是呢，我要先清掉这些狗狗儿。哦哦，好险好险！那狗狗干嘛、啊？要死我！155关，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！后面的敌人开始会找掩护了，作弊啊！哈哈哈！哎，那会找掩护怎么打、啊？那太远不就不好射？现在就来一个警示，告诉我说，来喽，接下来的敌人会掩护喽。请自重哦！啊，请自重哦！接下来敌人会掩护了哦，大概这个意思吧。还好啦，我伤害够，只要这个会掩护的敌人不要太多就好了。哦，狙击官 ，baby， 不要紧张，来来来，我们来解决他们。我靠！这个黄色衣服的，哇哇哇哇哇哇！等等等等，黄色衣服的血好多啊！而且走率好快啊！哇哇哇哇哇哇！不要，宝宝是无辜的。我的宝宝，哇，好难啊！难度大提升了哦，157，来，
特种部队跑到掩护了，超巴西的啊，躲在那里，我不知道吗？可恶，增加游戏难度。赶快装子弹，赶快装子弹，又有东西跳下来，狗狗。虫虫来了，我的左耳跟右耳，声音好敏感啊。啊，讨厌，敏感的声音。还差三只。过，结束。哦，这把枪真的太好用了。158 OK 的。虫居然从这边开始出来了。虫儿开始从地上出现了。哇，这个 R20 怎么那么长啊？外国人专用的吗？外国人专用 R20 啊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射不完。哦哦，咬下5D。可以不要那么恶心吗？来来来来，拢来拢来，全部都要你们拿去做成啊鸟饲料。哇，这个感觉是那种母鸡界的王品啊，拿去给他们当饲料，他们是母鸡界的王品啊。哇，那吃那么好哦，吃太好，吃太好了。这狗是怎样啊？什么声音？狗声。哇，那滑进去了。这么会。哎，干，有屁哦，走开啊。还有谁？快点啊！让你们知道，树林刘德华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啊！树林刘德华在这边啊，没有东西可以靠近我啊！只要树林刘德华手上有枪啊，谁都没办法杀他啊！你们听过这种传闻的没有啊？四象一点啊！啊，四象点啊，160关啊！啊，我刚多少钱？100多万啊！呜 ！Nope， 声音在哪里？这边，这里，这里，还有吗？这里，这里，可以。Yeah！ 再来啊！突然好安静哦。哦，原来是这个跑出来了，怎么那么安静？哎呀，射屁呀 ！Triple kill， 过了。我们多少了？快要110万了，离250还很久。我觉得这一关175关 BOSS 打完，应该就可以买枪了啦。我觉得啦。他趴在那边有事吗？完全都被我瞄到了。不是吧？这个僵尸来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僵尸他有什么能力？血多而已吗？果然是真的血多而已啊！哇，这边只有4只而已啊！这一关也太随便了吧？这么快就糊弄让我过了、啊，162、162，来！哇，不打头的话打好久啊！真的不打头要打好久。耗了我2轮子弹呢、欸，
两个弹夹，哎，一只，应该是说一只一个弹夹，两个弹夹，要求啊，哼，好安静啊。通常会这么安静就是这样子的。啊，通常会这么安静呢，就是特种部队要来了。哦，还好，还好可以把他们击退啊！这我就不用太担心太多了。不能击退就难打了、啊，这是可以击退的。会不会到后面有那种不能击退的敌人？那别玩了啊，关游戏了啊，不玩了啊，这样子会不会啊？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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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次来两，一次来两只。哇，这个太近了啊！钉在墙壁上打 ，no！ 我被咬一下，五滴。你都爬到有明显的地方。狗狗不要！好，这只打完就没了。啾啾啾！三八结束。来哦，164。哎呦，等一下又有竞技场了。这干嘛？这种僵尸能做什么啊？一枪就去了、啊，以量取胜吗？他们是想以量取胜吗？哎、欸，果然是以数量取胜，这是训练我的准度来着啦。如果我连发，不就直接秒掉他们全部人了？好，竞技场，加减打，斧头打虫，可以。卖球卖球，叫什么叫？再把你们全部拖下来一起死啊！你们吵死了！哦哦哦，砍四下才一只啊！你确定这样没问题吗？哇！我要被折磨致死了 ！No！ Help me！Oh my gosh！ 恶心，你们太多，哇去了。哦，98000可以，166关，会不会有没有不太一样？哎、欸，我累格啊，刚突然累格了一下，怎样？快跑选手全部都来了。哇，装子弹啦、啊！等一下啦，哎呀，哎呀，不要啊！哇，太多啦！哇哇哇哇哇哇！跑太快了，好，结束了，这样才有快感嘛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来多来点像这种的，对不对？不要一直等，其实有点蛮无聊的、欸。啊，像这九波应该就只有慢慢来的，没有跑很快的。去死吧！点掉了一只，那太远好难射、喔。
还好。全部都是黄色僵尸。Oh my god！ 你们给我撸墙壁！哦呦，好险，好险！要不要点在墙壁上了 ？Oh my god！ 哦，被咬到一下了。多少？169。我这样，我觉得我算打蛮快的、欸。哎，又是你这小王八蛋，快出来啦！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哇！你们很会哈，飞超远，可恶！这些是僵尸吗？感觉好像是不是僵尸是人啊？僵尸人？不会吧？僵尸人？哇！一次来两个，出来哦！别让我的枪等太久啊！有。剩三只，这是先弄死。来，等你们起来，杀了一只，结束。这个就还蛮好打的，我觉得。来，169，哇，我的天啊！我觉得后面应该都一样了、欸。哇，掺杂僵尸群，不是很棒哦。哎，这僵尸怎么剩下死哦？不一样，我以为那是黄色僵尸啊，我以为是啊，我以为是黄色僵尸。狗狗也来了，走开，狗儿。在空中被击杀，连落地都没有。空中击杀之术，嗨，你好。就剩你了吧？还有一只，在哪里？哇，有声音没看到人 ，bug 吗？这个游戏也会产生 bug 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别浪费时间了。哇，尴尬了，最后一只在哪里啦 ？Oh my god！ 别浪费我的时间啊，大哥的。完了，现在什么情形 ？Kill！ 终于。啊，我很忙啊，170关啊，快要打到 BOSS 了。嫩，呜，这边别过来。哦，大 K 哦。笨狗，我从上面跳下来可以站着那么强，不是脚都应该骨折了吗 ？No！No！No！ 结束，洪荒之力啊！我的洪荒之力啊，171
狗狗先出来。Triple kill, multi kill, triple kill。这整个闪现有没有很屌哎、欸？好、哦，这个跑很快的。你们想干嘛、啊？最好是一次冲不冲出来啊！不要让我枪等太久啊！快点，快点！Model kill， 再来啊！还有十只哎、欸！啊！空中击杀之术。剩下五只哎、欸！哈哈哈，笑死！来，一七二，哇，关卡越来越逼近到200关了。来啊！哦呦，对他开枪，我居然累格了。Model kill， 呀、yeah ！击退之术，呀、yeah ！特种部队跳下来，我看到了。哦，炸到旁边的。Oh no! 四面楚歌，四面楚歌。哦，地震啦！地震啦！哇哦，四级以上地震啦！啊！哦，终于停了，怎么摇那么久啊？天啊！哎、欸，最近地震真的好多、哦，各位注意安全啊！我只能这么说了，不然怎么办？要修啊 ！Oh my god！ 哇，怎么这样子啊？一个地震而已，敌人就多人这样子，地震之力吗？先把那个干掉啊！先把拿枪的打掉啊！去死吧！这边还有一个拿枪的，击退你！哇，还来啊！等一下，他没死，我以为你死了，大哥。哦，终于结束了。我们来看，总共赚多少？哦，我们也快要了嘛。174，174。这关我猜啦。哦，没有，我以为是送钱关。我以为是送钱关啦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哎、欸，那么近，谁可以准你靠那么近的 ？OK， 还差几只？11只。哦呦喂呀！哦呦，追追追追！哦，结束，终于我们要来打 BOSS 了。我们现在差我们的最后一把武器呢，还差60万左右。这个 BOSS 到底长怎样呢？
来来来，看下去说，哇，一开场就这么大一只，你这个吓死人啊！哇 ，good， 哇，大章鱼啊！等一下，这两边还有敌人，哇，打头打头打头，哇 ，good，good。还好哎、欸，他的伤害如果用 good 就没事了，真的，他的伤害如果用 good 就没事了，没问题，可以慢慢消磨时间，把它消磨掉，有没有？这样就没事了。比较麻烦的是，他周围的敌人会一直过来，好，特种部队也来了，很麻烦啊，这只是打个消耗耐久战而已啊。啊，按到了 ，bad 就受伤，走开啦，不要来啦，走开走开，去死吧！呀，不是我刚刚突然受伤了，明明就没有敌人靠近我，我要疯狂喷血中。死呢！欸，他现在开始主动攻击了，完了，跟他打，跟他拼搏了。他血量50%，我血量也50%，来了，最终对决了。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完了，我就要动用我身上的狙击枪跟他拼了，打一下死敌。来来，射满脸，这样我才有赢的机会啊！去死吧！好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最后一局，拜耶！打爆你个生化怪物！哇，给100多万，太赞了！可以拿新武器了。终于，我们最终的武器入手了。哇，剩下的钱，哇，单下伤害100万呢、欸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哇，最终武器了，哇，好猛哦！哇，175关过完就拿到这一把了，我们还有23万，那剩下的钱来干嘛？买炸弹吗？我觉得应该也是买炸弹的，不然不知道可以干嘛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结束了哦。我们下一集在25关之后200关就把这个游戏给完结，好不好？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。行尸走肉死城，再见了，拜拜。